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小鱼。最近武汉肺炎闹得很严重嘛，钟南山院士都说，人不要来武汉就不要来武汉，在武汉的人能不出门就不要出门。我们现在准备去药店找口罩，还不知道买不买得到，现在先去看一看。药房门口买口罩的排队都排到门口来了，这箱子堆起来卖，还不知道买不买得到。看着好夸张，买口罩的，买板蓝根的。我老公在排队结账，买了几包啊？买两包，我感觉买的有点少了，我怕后面都没货了。我想买那种195，但他没有195，只有这个。就这样吧，先买这个用着再说吧。连这种都没卖的好吗？你看这外面这箱子，这都才拆开的就抢完了。走嘞，回去了嘞。我们现在回家了。我老公说这里有 N95 的口罩，他要进去问一下。你说哪个是什么 N95 啊？这个是吧？这个是 N95。这个里面有多少个？25个。要买这个吗？这个好贵啊，这个口罩。这个是散的吗？就是你那个什么 N95 是散开的是吧？散开的多少钱一个？我老公又跑到超市买了290块钱的口罩，已经魔怔了已经。他买的这个 N95， 25片，250块钱。只有这种 N95 才是可以防到病毒的。你像这种什么一次性的这种。它其实根本就不起作用，根本就防不了，知道吗？太贵了，你是已经着魔了吧？买口罩买了几百块钱的口罩。你看那边医院排队，药房排队都已经排成那个样子，你后面口罩根本就买不到，武汉各种口罩都他妈缺货了，知道吧？那也不至于买这么多口罩吧？你一天起码得两个吧，一个只能管4个小时，你出一趟门回一趟门就得两个口罩，家里这么多人对吧？到时候你生孩子住院，必须得用这种 N95。你是现在一点用都没有。走吧走吧，你说的都有道理。走嘞走嘞，我们现在要回家了。他买个口罩一下买了40块钱的口罩，买了个 N95， 还买了一堆一次性的。你后面想买就买不到了。行吧行吧，回家去回家去，不在外面待着了，病毒太多了。